算是给你知道啊，老板娘，我用回同样一个 example， 老板娘。老板娘，你搞定你的东西先。老板娘坐静一下。我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比较倒是这样，他不看。他不要看。啊，他不要看。看电话、啊。因为我不是不。然后我就不要比赛了。我不是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是这样录下来。我要给你知道吗？OK， 今天用回同样一个 example，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guarantee 的那个 interest 啊 ，OK。讲讲 guarantee 这个 interest 呢，我们一年是给这一个4000块，你可以看到啊，4000块和600块是不是很大分别？嗯 ，OK， 有这样多没有哦 ？OK， 周末我们通量啊，会给你这样多，你放这个20000拿3%，才600多块嘛，我们这20000就一年啊，而且 guarantee 就给你4000块哦，为什么这样多？我们当然，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term and condition， 会有条件的嘛。所有东西你存在银行 FD 3个月倒8%，6个月倒8%，你知道的吗？存到钱8年、1年、3个月都是有 term and condition 在吗？我们这边当然是有 term and condition 在嘛。我们唯一，我们轰量这个 plan 啊，可能你之前会有听过，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轰呢？我们的利息最高吗？我们唯一的条件啊，就是需要你存一个6次。你像保险这样嘞。我们这是红润insurance出的一个 saving plan 来的吗？哦，保险来的是吗？有听过吗？之前好像有听过啊。我们这个 上两个月有人好像跟我，我们这个真的啊，很common的，对，你听过是正常啦，因为我们红润这个 saving plan 是整个 market 最出名的嘛。哎呀，这个不干我的啦。你还没有听我讲完，你哪里知道不干？我都听过了咯，你只是听过的。我上两个月听过了，我们这个是在10月16号刚刚才出的，你不可能听过。应该是差不多一样，但是剩下20000给4000吗？这你有没有存了？我都觉得不敢我。这你还没有听我讲完呢，你知不了呢？因为我们20000啊，每一年啊，丁丁会拿这一个4000块，高过你现在的定期，高过4000块。其实我算了啦，如果啊，我第六年我拿20000哦，再拿4000块哦，其实只是3.8%。那你有高过我定期？我跟你讲，我定期拿3.8，这个plan不能你有哦。哦哟，我直接嗯，我不要讲，直接讲，这个plan不能你有，我怎么？可是如果你要再继续卖 insurance， 不不是，我给他知道我不是卖他 insurance， 我卖他 saving plan。有的很多很多，你讲这个，很多这些很多，再加上现在的 wealth plan， 你很难卖，更加没有 potential， 没有 potential。我直接 stop， 我不要讲了。因为等下我在那边想嘛。因为他完全现在都不要看，对啊，你如果 cash promise 以前还可以讲，对，因为他的 break even 在第9年，对，现在的 break even 是第9年，以前 cash promise 第6年过后，对，就是如果不 agree 那个，就放了，这个给你看的，这个 plan 不能，啊，这个给你看这样子，这 plan 不能，不浪费时间，够 next， 因为浪费时间，他就 close out， close out 的是，对，就有 close 那边，你讲你听过吗？然后没有，这个不难我吗？还在花我时间在你身上呢，可能个币我可以签单呢。因为他在这边用着了。这样如果有他有钱哦，他有钱哦，有钱人未必要跟你签的哦。是这个 point， 而且我今天开一个20000哦，我不是开100000哦，我可能后面还有跟很多的20000、10000等着我嘞。所以你们很坚持不会 follow up 的，就算他只有钱。叫他压住啊！如果你